怎么样才能买到真正的源头虫草呢？这是最近很多从来没买过虫草的一些小白问我的一些问题。每个商家都说自己是一手货源的虫草，那这样的话，真正的一手货源虫草和这个中介商不是混在一起的吗？那怎么去区分我们真正的源头虫草呢？今天拉姆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点，然后帮助大家就是选购真正的源头虫草。那么第一呢，就是一定要选一个靠谱的线上平台，因为靠谱的平台的话，会有利用自己的一些审核机制，会帮我们排除掉很多不良的商家，这样的话我们买到真正的源头虫草的几率也会高很多。那么第二呢，大家可以看看他们的实体店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的原产地，因为在原产地的卖家的话一般是不会给大家卖假虫草的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大家可以参加一些展销会，因为在展销会能参加的商家的话一般都是政企合作的，所以的话能买到真正的源头虫草，也可以买到真正的冬虫夏草。像拉姆的话之前不是去参加上海的展销会吗？当时也是筛选了很多层层的把关才让我去的，所以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去买。那么以上呢就是拉姆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小小的建议，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希望这条视频对大家有帮助。